Hello， 朋友们，你好，谁哟？科科也哟，大家好，我是科科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韩语中的家族称呼。首先是爸爸妈妈，第一个爸爸叫做아버지，아버지，这一个是比较正式的称呼。那如果说在家里要跟爸爸妈妈撒娇的话，叫爸爸可以用아빠，아빠용돈줘，爸爸给我一点零花钱。第二个妈妈。正式的场合使用어머니，어머니。那么如果说在家里面比较日常的场合要撒娇，可以呢엄마，엄마，엄마사랑해，妈妈我爱你。爷爷叫做할아버지，할아버지，那这是在아버지前面加了一个할，할아버지。那奶奶呢叫做할머니，할머니。如果说是外公外婆的话，可以呢在前面加上一个외，외是外的意思。那称妈妈这边的亲戚呢，在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외啊，比如说外公就是외할아버지，外婆是외할머니，외할머니。